đến mà. Thì nhớ đi sâu rồi.好，刚才我们找二个教师，这几十年一直在读手艺，反正搞建设也在读，搞建设就是我叫他背得起，十个香皂的行。哦，一般，打火脚打好了，一般灌的酒，一般有样式，正规化些，切断了，模式化学都是外地。只管当时还好好整理水那些，我这个打了过后管三个多月四个月都是人都有样式的，还是坚持做我们的生意。我这个生意一般来说还算是可以。还有玩的衣服咯，全新的。管三个多月打发酵不打模式，一打五个就要打几个，一打到下面，打发酵，那就干发酵，干发酵。